身份证出示一下。快点了，路口人多，别墨迹。哦。哦，是你呀、啊！今没穿你的工作服，还没整过来。行了，快走吧。我操！又他妈停电了！哦，他妈一天停三四次电，干嘛活了还？下个月老他妈一定搬出去住。最高气温有望达到38度，平原地区个别重点有可能会挑战40度，紫外线照射非常强烈，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暑，午后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，避免在阳光下暴晒。在气象上，一般把日最高气温达到超过35度。喂，怎么了妈？啊，国庆节不回去了，我在上班呢。节假日订单量最大了。啊，我这工作挺好的，你看，一个月挣的比那老家多好几倍呢。哎，行了妈，你别老替我做决定啊。啊，我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家啊。哎，现在没什么事，我俩挂了啊。昨天那单怎么又超时了？王哥呀，我也不想超时啊。这碰见一个顾客太纠缠，耽误功夫了。是得学会微笑服务，对别人笑。我得多向我师傅好好学习学习。多跟着人家你师傅学着点。他再有脾气，我的笑容就影响了。你也多教点。你看，不是你家大中午的怎么就要避套呢？小赵，今天第一单又给你了，新来的宠儿啊。哎，小赵有女朋友没？你是不是也顺便给自己买了一个呀？就是买避套也不至于这样，是不是？对，干活不行，就逗新同事。煤炭23号去拿，自己拿。啊。
你好，外卖啊？放地上就行，放地上。大哥，开点门吧。干啥的？我给你送个外卖，一会儿出来了。我们这有规定，不让送外卖。你谁点的，谁取不得了啊！哎哎，大哥大哥，同意一下吧，我这快超时了。真规定，你不让进，不让进，规定。哎，大哥大哥，干啥？啊，来一个。哎呀，来这儿。一会儿出来了啊！赶紧啊！谢谢大哥，啊，谢谢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平时都怎么叫你的？来，快叫叔叔。叔叔好，你要去我们家吃饭吗？我妈妈做的饭可好吃了。不用，我想走了。叔叔，天气这么热，给你个苹果吃吧。好了，快去看电视吧，啊！一会儿吃饭可不能看了啊，要不然容易噎着。那行。老板，哎，今天怎么这么晚呀？我们可以下班了，你快来烧饼。今天不饿，一个就行。啊，来，谢了啊。好嘞。喂，媳妇儿啊，我在吃饭呢，挺好的。最近房子着火了，房东人也挺好的，住着也习惯，到时候叫你过来住一段啊。对了啊，在楼下那个新房子你多盯着点，里边那个后院那个篱笆，后院那个篱笆弄结实一点啊，咱把我说的养鸡啊。啊，对了，咱那屋一进的朝南，阳光好，通透啊。啊，在这村里弄算命去，正儿八经弄弄。好，好，行了，没事我先挂了啊。你也照顾好自个儿啊。挂了。
搁他们那个碟子，房租都没要回来，刚交完房租就拆了。是，我们家也不缺钱。我这不拿钱，能把咱们交的押金退回来就行了。